你吃益生菌调整体质，但是你知道益生菌有真正的到达肠道发挥功效吗？大家好，我是营养师 Penny。益生菌吃下肚有没有效，要看它有没有耐胃酸、耐胆碱的特性。像是比菲德氏龙根菌 BB536， 经过120则临床、60则文献证实，能真正到达肠道，有效的改善肠胃道菌虫生态，预防便秘，改善过敏，提升免疫力，而且生命力强，即使存放三年，能有高达80%以上的活性，吃得到真正活的好菌。除此之外，比菲德氏龙根菌 BB536 这一款益生菌是从哺喂母乳的宝宝的肠道中发现的人体的原生益生菌，符合每一个人做使用，有它的帮助，就如同帮身体加入了一级战队。肠道就像一个战场，好菌战力不足的时候，这时就容易被坏菌入侵，身体生病，器官发炎，诱发过敏反应。调节自体免疫力正需要这些好菌的帮助，而这些好菌就住在我们的肠道之中，随时与坏菌抗衡。这下你知道为什么老是甩不掉过敏反应了吧？要改善过敏症状其实很简单，就只要顾好肠胃道就可以了。等等，这边不是要叫你大吃大喝，而是要你均衡饮食，摄取足够的蔬菜水果，另外再补充益生菌，这样才能从肠道改善你的过敏反应。选择人体益生菌 BB536 有专利背书，能有效的改善肠胃道菌虫生态，预防便秘，提升免疫力，还有改善过敏反应，长时间下来一定可以看出功效。神脑关键报，下次见。